韩星范丞丞是范冰冰的弟弟，透过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成功出道后，凭借强大的歌舞实力以及高颜值吸引大批粉丝追随。不料近来网络上疯传他和女星贾玲未婚生子的消息，据悉两人透过综艺节目结缘，充满默契的互动备受喜爱，没想到竟然会传出这么荒唐的谣言，因此大部分网友都不相信。范丞丞随后在 IG 发文，拍下自己四分之一的脸部，只写了"把嘴闭上"四个字，似乎是在回应谣言，引来粉丝们纷纷留言安慰。事实上，此前范丞丞曾和欧阳娜娜传过恋爱绯闻，只因为她身上有蝴蝶刺青，而蝴蝶的韩文发音和欧阳娜娜昵称哪鼻相同，甚至她出道前还被谣传过是范冰冰的私生子，只能说人红是非多啊。